那个最新的网络节目，现在被议员批评是公器私用。哪一个议员？如果是民进党议员，就请他们去看小英总统最近做的事嘛，哈。那你觉得那个最新的网络节目，现在被议员批评是公器私用？哪一个议员？蓝绿议员今天早上有汪志斌跟洪建义，还有简淑培。那如果是民进党议员，就请他们去看小英总统最近做的事嘛，哈。他说是蓝的议员。也还好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们其实这样的，对我来讲，我常常说哦，我在完成蒋渭水九十年前没有完成的命运嘛，它是一个，我们要把这种当作一种社会运动、新文化运动嘛，所以很多观念你在要透过自己来说明，你知道，把很多观念推行到全台湾去，所以对我来讲，你知道哦，改变政治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社会运动，所以是把这种。把每天做的事就是，其实我们每天做的工作就是在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。